想说录一个影片告诉大家，就是虽然我人在上海，还是非常挂念着8月31号的演唱音乐爱音乐会。所以呢，这个歌迷朋友们，除了上次美珍讲的那些废话之外，今天我真的要慎重的呼吁大家，一定要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。其实我在外面工作，但我还是就随身带着我的歌词，一直在练，一直在狂练，狂练，狂练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。